大家，我们今天有那个重量级的嘉宾，对，重量级的嘉宾，真的很重。嗨，大家好，苏打玉阿福。对，我觉得现在大家那个听音乐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以前你随便都说吉他手四井，然后他就获得很大的掌声，原因是因为大家手上没有手机，然后现在大家又拍着手机的话，你在喊吉他手四井的时候，大家就开始发现自己没有手。所以你可以再让四井享受一次吉他手的欢呼。大家待会要给我们的四井那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欢迎我们吉他手四井。好棒哦！好棒哦！对，觉得虚荣，挺好的。麦克风怎么一直在我这？哦，好好好，对啊，阿福在复团之前呢，都会很常跟都市林间派对一起玩。对，所以可以密切上网搜，就是 follow 我们。对，搞不好就是哎，阿福这次要跟我玩，你们就可以来看。好，那因为阿福都站上来了嘛，哎，有去摇滚台中举手，还蛮多人的。没有，他说有去摇滚台中不一定看我们啊。哦，对啊，有去摇滚台中看我们的，可以举手吗？也蛮多人的，还蛮多人的。好，那我们这首歌呢，就是下雨的夜晚。对，因为我们。今天很开心阿福站在台上跟我们演出，我们就来唱一首下雨的夜晚给大家听。对，那如果大家不免俗的话，没关系，手机可以拿出来。现在天好像还没暗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们可以把手电筒开着，然后这样晃。对 ，OK， 好。心终于悄悄睡了。
光，轻轻蒸发你的眼泪。我不会问，不会说明，为什么已经遇见了，我还在找你。受伤了，谁都会哭泣，哭完了也否定过去，快乐的。